多发力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么我
可以吧？绝地的车看起来怪坏。
轻松，很爽啊！走那么好上，这是一个景点啊。哦，下来休息一下。你骑得很轻松，这种上，因为后面齿盘是那个啊，哦，你的大屁股，大屁股啊，很好骑啊，随便就啪就上去了。没错，我看学弟已经快不行了。是啊，给一点重坡。就跟你讲，不要骑太快，那12寸的轮框。啊，15寸。那15寸太重坡。赶快换气、啊。没错，我回去赶快跟那个换。换150。换下来，赶快卖掉。在中坡。哦，这，我觉得货车比较神奇啊，那路有够陡的，才让开得上去。有啊，全部骑上来。疯了。我第一次来就看其他都骑上来啊，超强。很累吧？到后面应该弄钱了。哦，可以骑啊。快拍张照，没错。哦，海西，散热你们都不行。到底有没有成效？就跟你说拿弓箭来射，你不要。箭会飞走啊。
这也是三瓶，接下来是往下走，我等一下小心哦，很陡，超陡，下坡要小心。决定我们慢慢骑，让老师回家烦了。转弯较慢呢。录音到底要怎么在录？那好了，光头发，那会头太大。走。
壁的车炸开了没？对啊，下一颗了。
先走。
还有多少个？很多啊，那不好。明明就满的。
很危险。下面那边应该会有水，前面那边应该有水。对啊，还不拍照，都这么帅了。哎，镜头要瞧一下，车头要瞧一下再拍。哎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这些人都疯了，车子开不起来呀，小哥。老实看者啊。就很豪宅，从这边骑下去好了。
从那边飞下去了，马上摔死。你飞下去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。我拍一下这个落差。我帮你叠砖块好了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地方？花分池，我是是花分池吗？是啊。阿内那真高，那是规工啊顶啊。打工。一天这么多，整天啊就摸。小心不要踩到钉子。我很庆幸我还活着，跟这种人可能活不到四十。哎呦，还在拍呢。有没有车很帅？
不要装了，整天在喷。可以啊，可以跟我讲啊。